中午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你来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新闻。台海军第131舰队金江号导弹巡逻舰1号上午8:20左右进行系统检查测试时，误射了雄风三型导弹，在澎湖外海击中一艘高雄级渔船祥利生号，造成一死三伤。昨天上午，台防务部门主管冯世宽前往遇难者家中探视致歉，遭家属呛无能。而昨天下午刚刚从岛外返抵台湾的蔡英文也对此事做出了表态。蔡英文说，发生台海军飞弹误射渔船，造成船长身亡的不幸事件，他向罹难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同时他还表示，黄太太说的没有错，这种事情根本不应该发生。我向国宝承诺，政府会用最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蔡英文发表谈话完毕，随即回到办公室，听取台安全会议与防务部门对于雄三导弹误射事件的高层会议简报。蔡英文会中表示，此事代表该部队纪律松散，从管理到训练，许多环节都出了问题，而毫无警觉。因此，在海军的舰队管理、人员纪律、教育训练，由海军司令负完全责任，立即完成整顿。从训练到作战，所有机制重新检讨，要在最短时间内看到成果。蔡英文要求台军全力配合调查，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家属以及社会大众一个清楚的交代。在司法调查告一段落后，不排除增加惩处名单。最后，蔡英文指示，相关部门要针对这次事件，向周边国家以及中国大陆做出完整的说明，并重申维持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的决心没有任何改变。另据报道，昨天上午，台防务部门主管冯世宽也前往遇难船长家中探视并致歉。遇难船长黄文忠的妻子悲伤痛哭，面对冯世宽递上慰问金，他不愿意收下。冯世宽频频致歉，说对不起，并保证会协助家属争取权利。黄文忠妻子情绪激动地说，你能跟我保证什么？他是被我们台湾的飞弹打的，我只求丈夫儿子平安。我的老公一个交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是，我这一次的向你郑重的道歉。我不知道我们缴的纳税钱是让你们来打我们自己，打我们自己的人民，污染了政府。台军误射导弹事件也引发蓝绿阵营同步开轰，痛斥台军军纪与训练松散，以至于螺丝松到掉下来。蓝绿民代更是起点名出包不断的台防务部门负责人冯世宽要他知所进退。国民党方面更是表示，台军误射导弹挑动两岸敏感神经，民进党必须要认错。台海军误射导弹事件发生以后，当天中午，国民党立即召开记者会，要求台防务部门主管冯世宽下台。有民代甚至质疑，这次误射意外有无其他可能。如果部长你认为你没有办法再承认，我请你下台。是不是有刻意要隐瞒什么，甚至是有心人在当下是执行什么样的任务？而这起误射导弹事件，甚至连民进党及民代都觉得太离谱，直呼荒唐。这个荒唐，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一个出现这种怪事啊？这个要好好去做一个检讨了。这证明了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疏忽啊，没有严谨督导的一个情况。台海军误射雄风三型导弹，蓝绿民代都痛批台军军纪松散，认为台防务部门危机处理比例失衡。近日的台军内部虐狗事件发生以后，第一时间台防务部门主管冯世宽就出面道歉，但是这次导弹误射事件却拖到第二天才道歉。蓝绿民代直接点名冯世宽应该知所进退。冯世宽部长这个离开这个位置只是迟早的问题。误射雄三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跟这个荒谬性是大于这个冯世宽上任以来所有大大小小出包的总和，加起来都比不过这次还严重，决定是要有人以去留来做一个代价。对此冯世宽则响应，去留不是问题，而是最重要的是现在要如何的来改进，把它调查好，把它善后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周志伟表示，误射导弹不但挑动两岸敏感神经，造成渔民死伤，更是全台哗然。民进党上台后，军方事故频传，深深打击台军士气，呼吁当局必须认错、道歉、惩处、赔偿，并积极改善台军士气低落的问题。由于事件发生时，蔡英文人在岛外，他在得到台安全系统的汇报后，下令彻查事件原因。
但有民众认为蔡英文对可能造成的两岸紧张态势缺少警觉，显示他就是新手上路，是根本无法掌控台湾的无能领袖。此外，民进党籍民代陈廷飞一号表示，因为过去八年马英九对于大陆的懦弱，导致大家认为防务已经不重要，才会发生今天的状况。此话一出，立刻引发台湾网友反弹，直批陈廷飞这样推卸责任实在太夸张，怎么什么事都可以扯到马英九身上，不要事事牵拖国民党。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权二号召开会议，盐商误涉导弹事件危机后续处理，会后结论是要查出谁泄密走漏误涉的消息。而且民代蔡正元二号在网络上的聊天对话记录显示，导弹误涉后的15分钟内就有民众讨论兴达港内有人发射熊三，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权却是到9点多以后才掌握状况。熊三导弹误涉超过24小时，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权项目小组彻底调查导弹误涉消息走漏是谁泄密，其余讯息数据只要不是军事机密都要在台防务部门网站公布。而蔡正元出示网络流传的聊天对话截图，7月1号早上8点半就有网友讨论打熊三导弹，不到9点网友早就讨论到翻。但当天早上林权进台立法机构前却还没掌握状况，直到下午2点20分才主动对外发表谈话。我就直接来跟大家说明，不用再问啊。那我说完我就离开，因为我知道有发生这个就是有人死亡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因为飞弹误射造成人员伤亡，林权说得模模糊糊，还拒绝媒体追问。事发将近4个小时，林权团队内部横向联系失灵了吗？台海军司令部一天内早中晚3度开记者会解释说明。7月1号早上8点50分蔡正元先爆料，9点多林权才掌握，11点派副手南下慰问，下午台防务部门开记者会前才再向林权通报，19点30分台湾方面陆委会才向大陆通报，危机处理慢半拍。520之后，两岸联系机制包括国台办与陆委会、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的联系沟通已经停摆。而此次台军误涉导弹事件引起两岸高度关切和联想，就两岸目前的联系沟通机制现状，很可能造成误解和误判，甚至酿成危机。有媒体指出，这更加凸显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失灵的严重性。台湾《中国时报》2号发表评论文章称，导弹误涉时间在上午8时许，若按过去马英九当局时期的沟通模式，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只要按程序启动两岸热线即可向国台办说明纯属误涉，但陆委会一直拖到下午才通过所谓现有两岸联系沟通机制通报陆方。文章称，换言之，事发后整整8个小时，两岸完全属零沟通状态。试问，若是陆方第一时间误判是台湾举动为挑衅，战备升级又该如何？香港中评社2号发表评论文章称，520之后，国台办与陆委会、海协会与海基会的联系沟通机制，已因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及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而中断。台军误发导弹事件，凸显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失灵的严重性。当务之急是重启两岸沟通协商机制，但是正如张志军强调的，九二共识是保证两岸制度化交流、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基础。因此，两岸能否重启联系沟通机制，球在蔡英文当局手中，要看蔡英文当局的选择。台海军误涉导弹事件，高雄地检署已经将相关人等带回。经过7个小时的侦讯，台海军射控士官长陈明修和按下发射钮的中士高家俊各以30万元新台币交保。但是离谱的是，高家俊交保以后，脸上竟然露出了诡异的微笑，而他恐怕得面临7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你会发射飞弹吗？你知道你这样会发射飞弹吗？你现在怎么还笑得出来？你还笑得出来？你知道你这样发射飞弹，你算是一个人，你还笑得出来吗？误射导弹酿成1死3伤，按下发射钮的台海军中士高家俊交保后面露诡异微笑。为了躲避媒体，高家俊开始狂奔。射控士官长陈明修和中士高家俊各以30万元新台币交保，两人跳上银色轿车离开现场。同样也被传唤的台海军131舰队金江舰舰长林伯泽也频频躲避媒体。为什么发射飞弹会发射出去啊？误涉导弹夺走人命，根据台湾相关法规，这样的行为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量刑甚至可判无期徒刑。只是一次过失，却给遇难者家人带来永久的伤痛。
这样的悲剧其实一句道歉就可化解。台湾高雄左营海军基地熊三导弹误射时，四周住宅都被轰然巨响吓了一大跳。先是探头拍到铁卷门震动好大一下，还有妇人跑出来拍胸，以为发生了大爆炸。台南的观光船船长直呼好险啊，因为他们的航道跟导弹落海区重叠，幸好当天观光船停驶，要不然是凶多吉少。而昨天观光船正常行驶，但是不少游客受怕，临时取消了船票。我们来看台湾媒体的报道。飞弹误射当时，临近地区听见轰天巨响，持续有十几秒钟，不止小狗狂叫，待在室内的住户走了出来，手不断拍胸，以为发生大爆炸。另外一个镜头明显拍到发射当时铁卷门震动了好大一下，这么一急无辜船长送命，但其实台南的观光船航线也跟飞弹落点位置重叠。真的是好险，观光船星期五没有行驶，否则飞弹落海的时间跟观光船航程时间交叉比对，被打中的几率一定很高。有差不多有十个左右没来。飞弹事件有关，应该多少一点点吧。这可能是旅客还是会还担心的，对吧？旅客会担心啊，因为刚好那点刚好是我们必经的航线、不少游客担心受怕，临时取消船票，都到了快搭船的时间，旅客稀稀落落，好冷清。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今天都重点关注了哪些新鲜资讯和评论。我们来连线一下本台的驻台观察员叶青林。青林，现在把时间交给你。好的，子乔，我们继续来看看台湾海军所谓导弹误射事件的后续啊。首先来看看蔡英文的态度。蔡英文昨天回到台湾，第一时间发表讲话呢，说这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今天几大媒体的头版呢，也是刊登他晚间开会讨论之后做出的六大指示啊，认为这是绝对不可以原谅的事情。他觉得这是整个系统性的问题造成的，是典型的人谋不臧。旺报今天报道说，美国在台协会前处长包道格也认为，台湾方面陆委会呢应该给国台办传真加以解释说明，并且表达遗憾和歉意。他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幸的，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发现有效的保卫措施，防止事情的重演。美国智库研究员葛莱伊认为，这件事情强调了两岸军方之间建立热线和其他信任的建设的这个重要性和必要性。台湾媒体今天也引述了很多世界各地媒体对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像是日本的 NHK、 美国的 CNN、 英国的 BBC 等等，基本上也都是觉得是无法想象会发生的事情，可能会造成两岸局势的紧张等等。其中 BBC 中文网站的评论就认为说，除了造成两岸彼此的误会啊，甚至可能使美国不信任台湾的防卫能力，动摇美国对台湾军售先进装备的意愿。也有台湾学者认为说，蔡英文应该抓住这次机会作为一个改善两岸关系的转机。我们看到这是中国时报的报道，说这个飞弹危机陆委会的转机啊。对于这次的事件呢，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公开表示希望台湾给个负责任的说法，陆委会不妨借此机会来展现真正的善意，积极巧妙地跟国台办重新建立沟通的管道，继续推动两岸的交流和互信，让危机变为转机。今天中国时报也特别采访了海峡新干线的特约评论员、国际问题专家郭宪刚先生。他认为啊，导弹误射或者说可以作为两岸恢复对话的一个契机，两岸目前联系沟通机制是停摆的，是不是可以就个别突发状况建立一个紧急的联络机制呢？把坏事变成好事。讲的都挺有道理的，但是目前两岸没有九二共识为基础的政治互信，这些似乎真的很难实现。就看蔡英文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能在这个问题上来转个发家弯。我想两岸的人民都不会去取笑他又转弯了，而是会为他鼓掌的。就这个事件，岛内蓝绿之间啊依然是吵个不停。除了对台军方一致踏伐之外啊，绿的认为蔡正元泄密要彻查，蓝的认为现在当局呢是失能的，要去检讨，而且是越吵越凶。那么媒体呢更是把这件事情当作一次盛宴，各种猜测、各种阴谋论、各种爆料，口水可以说是满天飞。
对此，联合报的一篇评论就直接点出了台湾人民目前的无奈，标题就是当局的呢是竭泽而渔，没有当政的呢是幸灾乐祸。文章说，民进党不改陈水扁当政时候的风气，只顾捞取当下的政治利益，不顾明天。反对民进党的没有当政的这些势力呢，则幸灾乐祸，宁愿看到民进党各路人马竭泽而渔，好像民进党做得越过分，全民损失越多，民进党乐此不疲，没有当政者呢，就等着看好戏，希望末日赶紧降临。即使同归于尽啊，似乎也都无所谓，呈现出一股末日当局的氛围，不能不说这是台湾人的悲哀啊。好，以上今天在台北的观察，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福州，子乔。好的，谢谢青林。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感谢月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孟加拉国军警官员2号证实，发生在首都达卡的人质劫持事件已经结束。在清理现场过程中，警方确认有20名被劫持人质遇难。美国政府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发生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恐怖袭击事件，并证实一名美国公民在这次事件中遇害。另外，日本政府2号晚确认，孟加拉国人质劫持事件中有7名日本人质遇害身亡，另有一名日本人质被警方救出。孟加拉国军警官员2号表示，经过10个小时的对峙及强攻行动后，共有6名武装分子被打死，人质挟持事件已结束。警方在清理现场时确认，事件共造成20名人质遇难。此前一天晚间，还有2名警察在和武装分子的交火中丧生。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枪手7月1号晚间闯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使馆区一餐厅，挟持了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多名人质。孟加拉国警方在2号的强攻中救出了其中的18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通过与其有关联的媒体声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但孟加拉国警方尚未确认这一说法。美国白宫和国务院2号分别发表声明说，美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这起导致20名人质死亡的恐袭事件。声明说，美国将与孟加拉国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美国政府已向孟加拉国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必要的协助，已将制造这起袭击事件的责任人绳之以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号晚些时候召开记者会公布称，有7名日本人在这起挟持事件中遇害身亡，7名死者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2名女性、5名男性。日本政府对此次事件表示痛恨不已，遗憾至极。菅义伟还说，日本政府最早将在3号派专机将遇难者的遗体接回国。塞尔维亚内政部2号确认，一名38岁的男子当天凌晨在塞东北部地区一家咖啡馆内制造一起枪击事件，导致包括他妻子在内的5人死亡，20人受伤。塞尔维亚内政部发布新闻公报说，当天凌晨1点40分左右，塞尔维亚东北部村庄日地什泰一名男子持自动手枪走进当地一家咖啡馆，在枪杀了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一名女性朋友后，这名男子继续向现场其他客人射击。根据公报，枪击事件发生时，当地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鸡肉节。事件造成2人当场死亡，另有3人在医院不治身亡，20名伤者中有4人受重伤。事发后，袭击者立刻被警方逮捕。公报说，犯罪嫌疑人是出于嫉妒心理，但并未具体说明嫉妒的原因。据了解，嫌疑人为非法持有枪支，事发前并无任何征兆，其本人也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另有塞尔维亚媒体报道说，这名男子射杀的是他的前妻，而非现任妻子。伊拉克军方近日宣布，其安全部队乘胜追击逃离费卢杰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目前该组织势力范围进一步缩小。负责协调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的伊拉克官员近日表示，伊拉克陆军航空部队在6月30号一次空袭行动中炸毁大约260辆伊斯兰国的车辆。当时，这支庞大的车队正往费卢杰南部的沙漠腹地撤退。这起空袭炸死至少15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还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恐怖分子弃车后集体藏匿在一处地点，该目标被空袭命中，因此敌方人员损失惨重。
据了解，丧生的恐怖分子多数为非伊拉克籍。而在另一次空袭行动中，伊拉克安全部队和美军领导的国际联盟在费卢杰城外西北方向摧毁大约60辆伊斯兰国的车辆。目前暂不清楚这次空袭炸死多少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不过，美国五角大楼称有2名伊斯兰国高级头目死于此次空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2号在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出席新一届苏格兰议会会议开幕仪式，她勉励议员应对挑战与机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说，新一届苏格兰议会会议的开幕正值充满希望与乐观之际，有很多事情值得庆祝。新一届议会将拥有制定新的税收和福利政策等权利，希望议员们使用好这些权利。他还说，当今世界瞬息万变，人们难以保持冷静与镇定，希望议员们做事要留有余地，冷静深入思考解决问题之道。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执政党苏格兰民族党领袖斯特金表示，苏格兰议会向苏格兰人民承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将直面挑战。苏格兰议会有责任提高而不是削弱苏格兰在世界的地位。苏格兰将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苏格兰议会新任议长肯麦金托什此前曾表示，苏格兰议会已准备好直面挑战。在过去几天英国发生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时，苏格兰表现出协同合作的真正意愿。埃及航空公司 MS-804 失事客机事故调查委员会2号发表声明说，失事客机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经修复以后已经可以进行数据读取了。至此，埃航失事客机在空难中损坏的2个黑匣子均成功修复。声明说，由法国方面参与事故调查的实验室对驾驶舱话音记录器进行全面检查后发现，记录器的存储元件完好，在更换损坏附属元件后，已可读取记录器存储的数据。埃及事故调查委员会将把黑匣子带回开罗进行数据分析。5月19号凌晨，由巴黎飞往开罗的埃航 MS-804 航班客机飞临地中海上空时，从地面雷达上消失，机上载有66人。6月16号和17号，搜救人员在地中海海域找到机上记录飞行信息的2个黑匣子，但破损严重。27号送至法国进行修复，飞行数据记录器已于日前完成修复。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又到了广告时间，休息一下，待会儿见。欢迎回到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通常东西旧了或者是出现了破损，很多人会选择把它扔掉，但是总有些珍贵的物品想扔却又舍不得扔，该怎么办呢？日前澳大利亚开展了一个旧物修复项目，将人们最珍视的破旧物品修复一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生锈的椅子、破旧的电视机、断臂的小人偶，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来到了某个废物处理厂？事实上，这里并不是什么废物处理厂，相反，这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当地所开展的一个旧物修复项目。在这里，人们能将他们最珍视的破旧物品提供给修复师，让这些物品焕然一新，重焕新生。I'm fascinated with things that are broken. I think they represent a kind of energy, even the expression of the force that broke them. 不过，并非所有的物品都能被修复，只有人们最为珍视的物品才能得到修复。据修复师介绍，他们在修复前会先与物品的主人进行交流，了解破旧物品背后的故事，并判断它是否值得修复。The interviewing process can be quite intense.For that reason, and in particular with one case, because a man volunteered himself, kind of as the thing that may be broken, and he was like, "Well, it's me." 据悉，这个项目也与新南威尔士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进行了合作，共同开展。新加坡的小贩中心是由当地政府新建的室外开放式饮食集中地，所售食品物美价廉，种类繁多，以东南亚熟食和饮品为主。不过，小贩中心近来出现了继承者的危机，原来这里老一辈的厨师们即将退休，而年轻人却不愿意接手这一职业。
新加坡拥有100多家小贩中心，里面有约6000个摊位，销售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熟食，口感风味俱佳，价格低廉，只需2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份美味小食。各个摊位的厨师在烹饪美食时都会遵守新加坡严格的食品卫生规定。对吃货们来说，在这样一条美食街上边逛边吃，毫无疑问是人生一大乐事。不过小贩中心近来出现了继承者危机，原因是老一辈的厨师即将退休，而年轻厨师却不愿在这里工作。对年轻人来说，似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现代餐厅才能吸引他们去当厨师，他们不愿意在小贩中心狭窄的厨房里忍受油烟的熏烤。此外，由于这里摊位租费较高，摊主们只有在政府的补贴下才能获得一份相对体面的收入。面对这一困境，当地有关食品机构表示将采取措施保护小贩中心的食品贸易文化。新加坡政府去年3月说将在未来12年内新开10个小贩中心。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台海资讯带节目重装出发，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的官方微博以及东南卫视的官方微信。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子乔，下期见。